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今天的话，花点时间给大家做这一款 War Toys Beast Box 第38号的火爆。那么它是一个黄蜂造型的一个猛兽侠系列的玩具，它的话呢是应该要有一个黄蜂特点，但是我没有买到那个副特点的版本，那也无所谓吧，就拿这个普通的，因为内容物还是一样的。那光从外观来看的话呢，是一个体型分量非常大的一个玩具，比一个大概一个巴掌这么大，非常巨型的一款猛兽侠系列的玩具，有很大很漂亮的透明件，上面也有很印的很清楚的这个什么高速昆虫嘛，还什么的一个文字，上面的这些文字的话呢都很有成照射的感觉，后面这个尾针一样啊，这里还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透明部件，这边装饰用的啊，但是特别做出来是很有诚意的。复眼也是一个雾面的一个透明件，上方的这一个背上这个宝石的一个部分了、看起来好像会发光一样啊，质感的话算是很好啊，玩具的一体性也很好、除了腰部这里之外，其他的关节都是偏紧的。那稍微去调整一下它这个多重的一个关节的话呢，再把腰往前面放一点啊，就可以做出一个类似于是向前遮刺的感觉。当然这个根部的话呢，这个球形关节，翅膀根部的球形关节啊，也是能够提供它很好的一个可动的。那每一根指头的话呢，都有至少两处，一处转动，一处两处三处的关节，最后这里的话还多了一个往后面加长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的话呢，会把这个重点的话呢放在变形的部分啊，因为它的变形的话呢稍稍有一点点繁琐，我们就花比较多的时间呢再讲解变形好了啊。这个脚的话呢全部反转180度之后往上面折进去，它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边啊，这里的话呢这个滑槽要记得把它给转下来，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每一根指头呢都翻转，前后翻转180度，然后往上面折上去啊，把这个凸跟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啊，同一个步骤重复6次啊。再来的话呢要进行它有3个大回旋，第一个大回旋算头部吧，第二个是整个上半身的话呢要做一个转动，整个转动的时候呢它的一个转动啊是啊，转这一侧可以，你转这一侧会卡住不能转，那就不要硬是转的那个不能转那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头部转180度之后的话呢，这里啊这个说明书的一个讲解是让人理解是很有限的啊，这个盖子打开，这里有个凸扣在后面这个洞啊，脑袋后面有个小缝啊，记得把它给扣上去，这也是为什么头部要转180度的一个原因了、你可以把它扣稳一点，扣紧一点啊，当然等一下变形过程中呢，因为要讲解的关系可能还会松脱啊，无所谓，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一块部件啊给打开来，打开，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三个大回旋了啊，就是呢把这透过这个地方做一个转折啊，声音有一点悦耳，对不对？听起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声音。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里啊有一个双动关节，就是这一处的双动关节，把它往内折到这个洞里面去啊。这个变形的话呢，有极大量的双动关节啊，在做一些啊位置上的一个调整，这里整个给扣下来，扣下来之后啊。这里黄色这里有个凸啊，两侧都有两个凸，它扣进哪里呢？扣进这里这个缝一样，这里又要再利用一个双动关节啊，把它给移动到一个相对应的位置，到这边我们把这个黄色这个凸啊扣进这个缝里头去啊，这里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扣进去的。然后扣进去之后啊，我的建议是两侧这个部件啊利用这一样又是双动关节，尽量往两侧把它撑开，能撑多开就多开啊，然后这里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把它给扣上去到这边。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橘色这个部分往内给翻进来，这里是一样的啊，这里一样，把它给往内翻进来，到这边啊，先到这里为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部件往外推出去，然后呢，这里看到吗？这里不是有一共两边加起来6个凹槽，就是要扣脚的这6个洞。我们呢可以暂时的呢先把它给扣进去，先把它给扣进去。当然这里的顺序呢没有说完全必须一样，因为它接下来要扣的呢，锁扣的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个人的顺序是习惯这样子扣啊，先把后面这里翻好，这个部件翻下来。接下来就进行这个翅膀跟本体的结合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翅膀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折上去的，
这里也可以再顺势折下来。那我们的做法呢是这样的，折成这样到这边。好，那我们的做法是这里一样，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双动关节啊，我们一样是把它往内推进去，折出一个特殊的角度之后呢，要进行三处的结合。这里的话蓝黄这里一个结合，这里是黄凸对蓝色的洞啊，等于是这边两个地方要结合。结合的时候呢，这里不是有几个凹槽吗？这个角的话呢要躲过这个凹槽啊，这样子才能够不影响不干涉到这边扣上去。以及这里还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凸，这里灰色这个部件翻上去，这里有个洞嘛，把它给锁扣上，这样一来这一侧的变形就算 OK 了。另外一侧的变形都是完全一样的啊，你先记得看看这个地方翻折过来，那你就没错，就这个方向了啊，就这个方向了，没错。然后呢把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往内推进去，到这边整个翅膀把它给折下来。折下来之后的话呢，你可以呢先把这个地方给扣上了，因为我们这一侧已经锁扣到位了，所以这一边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给扣上去，应该是它在上在下，这里先把它给扣好了，因为这一侧已经 OK 了。那这边的话呢，这些卡扣的位置呢就不会相差太远了，一样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这里扣上，下面的这个角这里一样的给扣上。那一样啊，这个角的话要躲过这几个凹槽凹缝躲过去，最后就上方这个地方最后一个卡扣来在这儿把它给扣上来。好的，中间的话呢再捏一下，调整一下，捏一下啊，把它的话呢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密合状态。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火爆的一个从黄蜂的形态变成一个方块夹的一个过程啊。它的一个一体性是很好，如果你全部扣到定位的话呢是完全是不用担心会掉的。以及呢如果你变形有完成到位的话呢，它应该是可以很自然的放进盒子，一摇就要出来啊，这个才是有完全卡扣到定位。如果你有一处没扣好的话呢，它这个方块会有一点小小的一个歪掉或变形，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去放到这个收纳夹里头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做的一个黄蜂造型的 Beast Box 第38号的这个火棒啊。整个变形过程呢是稍微复杂一点，但是记忆点还是比较清楚的啊，头部啊背部还有尾部呢各进行一次的一个大回旋。那最后这几个锁扣的话呢，各位应该通过节目应该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理解。今天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